最新曝光，脑残巫统又来种族主义，誓死捍卫穆斯林政权，这家伙有病了。太平六日讯，巫统宣传秘书丹斯里安努亚穆沙呼吁全国巫统党员以伊斯兰之名团结，以致应对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继续捍卫穆斯林的政治权利。他强调，无论马来人受到何等高深的教育，成为医生、工程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也未必能够获得统治权，反而只有在伊斯兰的名义下团结在一起，才会确保马来西亚继续由穆斯林所统治。他举例，当年由马来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向英殖民政府争取国家独立时都非常渺小，但是他们却因伊斯兰而团结一致，组织成今日的巫统。他指由此可见，巫统并非是跟随时代趋势或是因为要获得工程项目所产生的，反而是在伊斯兰的名义下将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不分贵贱地组织在一起，共同捍卫马来人或是穆斯林在这片国土上的统治权。安努亚穆沙是于今日在巫统太平区部会见党员及启动该区部的竞选机制时如是发言。马上转发